这边的话是我们 Evermedia 的游戏直播室，那我们平常可以看到说我们这边有做 PS4 游戏的展示，然后还有我们做直播 streaming 的 setup， 所以呢我们平常员工会这边放松，或者我们在这边做一些产品的。受到传统的影响，他们会觉得说玩游戏没有前途，所以其实在比较年长的长者部分，他们其实对于现在这一块产业他们是比较不认同的。但是其实不管是在台湾在世界各地，其实 eSport 这个产业都是慢慢的在成长，而且成长得非常快，所以其实也有很多年轻人也不断的在投入这个市场。希望说，其实台湾非常喜欢日本的很多东西嘛，不管大大小小啊、游戏等等。那其实我们当然也是希望说，两边互相一起成长，能够促进一些交流。所以其实对于像是我们，对于我们这样喜欢玩游戏的人，可是我们其实会相信，游戏其实是没有分国界的。像是 Street Fighter 啊，或者我个人其实很喜欢 Monster Hunter， 像这样子的游戏可以大家一起连线。其实我在玩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日本的网友，那大家其实如果是真心喜欢这样游戏的人，其实就算有时候我日文不好，不需要语言，大家也可以互相合作的。所以其实台湾在发展电竞领域这块产业，目前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。其实，在游戏产业的话，我们在电竞领域的话，目前是最多客群的人，应该还是那个 League of Legends， 就是前阵子也非常流行 PUBG 这样子的好杀类型的游戏群，然后是 Monster Hunter 这些游戏。台湾为中心，我觉得在台湾这块领域好处就是台湾这块土地这边的人，我的特性是我们这边非常开放，是就是台湾的人是非常乐于接受外来的环境、外来的内容的，所以像是日本系、日系的游戏，像是刚我们讲到整个 Street Fighter 或是 Monster Hunter， 或是那个明星大乱斗，这些都是日本游戏，台湾人非常的喜欢。你们可能今天是第一次看到我们的吉祥物信九平，那看到他的印象，第一眼的印象是什么呢？印象，嘿。其实新友就是一个他非常的有活力跟热情这样子，那我觉得就是很活泼很可爱，他就是充满活力，不管到哪都蹦蹦跳跳的。WildForce 是台湾一年一度的年度盛会，那主要的性质是一个 LAN Party， 那意思就是说，就是喜欢玩游戏的朋友可以带着自己的游戏主机一起到这个场地，那跟现场好几百位的游戏玩家一起做同乐这样子。那他当天也会有很多舞台的活动，或是比赛，或是直播，都可以在那边进行，所以算是一个像游戏玩家的盛会。新旧苦也加入 WildForce 了，大家可以一起来玩哦，在台湾等你哦。这边的话是我们刚刚推出的新的产品，那首先是截取 capture 的部分，那 capture 的话能够让你将你想要录下来的影像，那再来就是的话是麦克风，那麦克风的话我们使用的是新型指向的收音，那它能够把你的你说的话，你的声音能够很清晰的录制进去，然后让你再跟最后还有我们推荐的 webcam。那我们的 webcam 可以做比较灵活的转向，然后也有镜头的隐私盖的部分，方便玩家在做直播的时候做使用。游戏好的游戏影像、好的声音跟好的画面，然后就可以让新九Creator做我们产品的体验。那如果对于游戏直播或是做实况或电竞有兴趣的朋友，那也可以参考 Evermedia 的产品。